5月7日，李晟在微博上晒出一家三口牵手照，并配文：“小子，你咋这么淘气？”李佳航随即转发称：“随我，我们一起抱抱妈妈。”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随后有媒体获悉，宝宝重7斤2两，眼睛大圆。李晟晒出的照片中，宝宝的小手拽着李晟和李佳航的食指，并握成一个小拳头，十分可爱。二人2014年5月被曝光恋情，2015年承认领证，2017年12月，李晟在微博上宣布怀孕喜讯，网友纷纷在微博上恭喜李佳航、李晟一家三口宝宝岁白，恭喜你们正式升级爸妈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